我们现在也在宣传期嘛，然后接受了很多家采访。嗯，好，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啊，你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一个态度？啊，你在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、啊。你们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之前你有买票请自己的朋友去看演唱会，你是怎么买的票呢？开玩笑，好歹还是在那打工了两年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是我不配了。直播我们也看了，就是那个姚氏带货。野哥此刻在看吗？野哥在看的话，赶紧买一点。赵让，哎，赵让你在看吗？赵让也在看的话，你也买点小龙虾呗。夏光看到了吗？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物品，然后用姚氏带货的方式。这里面这个东西，推荐一个你想推荐给的人，好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面就有一位人选。翟孝文，翟孝文，你看到了吗？翟孝文，这个跟你那个头发是一模一样的。小翟，我跟你说，戴上这个你绝对绝对可爱且没资格。迷人且不失风度，太简直不要太适合你。这个发色你看丝滑的程度，配上你那绝美的容颜，你的容颜足以融化冰雪。小翟，不需要998，不需要998，不需要988，只要给我一个电话吧，我就给你送到家。你好厉害啊，只要给我一个电话吧，我们会单独卡下来，然后单独发给他的。 Oh no， 因为就觉得你有很多个技能，如果你创业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个方向？我可能也会去拍一些东西吧，有个自己的团队去拍，专业的人来配音，专业的人来写文案。希望我们慢下来，慢一点，然后看到身边一些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的很多精彩的细微的事物。那我们就是作为 JYP 的非官方 JYP 太子，大胆想象啊，你变成了 JYP 最大的股东，最先干的三件事情会是什么？我会在 JYP China 把这个中国这个部扩大，各种 JYP 的周边，对 JYP 的咖啡， JYP 的 club， 然后我要有更多的练习室。那在公司管理这方面呢？你这个都是已经挣了钱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去扩张。我会让他们更加的去表达自己。写周报？不是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他们讲出来之后，我们把所有人的想法汇总在一起，那这个公司才做得走。不要把别人的一个想表达的欲望或者什么压制住了。所以有些东西还是不必回答。你今天是来打歌的吧？当然了。自己是其实是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可能不知道撒娇和卖萌。那可能是每个人对撒娇卖萌的一个定义不一样。定义不一样。那我们有一个挑战。用心疼哥哥的语气。肚肚不舒服就要多喝水水，等你哈哈想吃嘎嘎还是想吃鱼白白，要不再来点福豆板板，算了你先水碗搞搞再说。薄啊，重了重了，薄，我今天吃面了啊，吃什么面？突然想见你一面啊。是你会被吐到但不会被撩到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小环节，就是哎呀咋了，他之前是一段 JYP 祖传舞蹈教学。OK 啊，但是咋了？我不会。我可以教你。来吧，我信心满满呀。你脚硬了？硬了吗？然后左位从下，上，再对 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 2，你得快一点点。哦。1 2 3。来吧，我信心满满呀。你没有那么柔韧性的。没有那么柔韧性的。什么？不是脚跟手。什么？一二三。什么？五六。让他换一个，换一个更简单的吧。对，我先手上。再 7 8 1 2 3。就那个刚刚那个挑战呗，
你傻到让我无法忍受 24/7 的自我感动，到时候你唱上一句他唱下一句。好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辛苦这位老师，辛苦这位老师。然后用自己最特别的方式给我们节目打一个板。你们认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吗？是的。